天哪，你们家大福啊，那根本就是条鱼。是啊，投错胎成了人，所以孤独症呢，肝癌晚期，这是真的。大福七岁的时候啊，他妈意外走了，我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如果我也走了，这大福待在哪儿啊？我想问您那儿收不收孤独症啊？那真要把大福送在什么孤儿院的门口，我想他们也不会不收吧。那万一人家真的不收呢？又或者收了，能不能养他一辈子？这我早前心里都没谱。没事，大福对谁呀都是个负担，我是他爸，赶上了没办法。可有些事儿，我还是想让大福弄明白，要不我不放心。这个是100块钱，这个很大，一斤鸡蛋3块钱，用哪个买呀？大福，这个够吗？大福，嘿，大福真棒！以后这个电话响，你要接电话，知道吗？是玲玲打给你的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么点菜你都记不住啊？上东路，这条路叫丰收路。丰收路，海龟的寿命啊是最长的了。爸爸过两天就变成这个海龟了。有一天，爸爸不陪你了，你会想我的，是吧？我会想你的。